想喝一杯那个青蛙撞奶。TF 女神 Q 奖。哇！哇！女神降临了。好会摆 pose 哦！感谢 Q 奖的盛装前来，代表对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个在意。对，那女人就怕比较嘛，有没有一到六名，现在只剩下六号那个位置，有一个空缺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哎，应该不会的，有信心呢？不会什么？不会第六名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会有人第六名，对对，一定会有人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为拼百大女郎冠军，连内衣要天天换花样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投票是投四个月，嗯，然后呢，我就是每天就是直播，每天都要想就是要穿内衣还是比基尼，每天要不同的花样，不然就是网友会说，哎，你这一套怎么跟昨天一样？是不是没洗？哦，对，会被看出来，是不是？120套哎，对啊，四个月每天都不一样，所以我每天都要绞尽脑汁到底要穿什么衣服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个花很多钱呢。对，真的要花很多钱，对啊，超多钱。哦，那所以你在 YouTube 上面也？我没有 YouTube， 没有，我是在粉丝团直播，自己粉丝团里面直播了，然后就每天要做不一样的感觉，好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百大里面拿到冠军呢。我这一套就是那一次颁奖穿的礼服，哇！所以我才把它穿来啊！哎，真的很郑重哦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每天拉票就是，第二个月之后就是会每天看排名。有的时候如果一天没有拉票的话，其实我们的名次是会掉下去。每天都要就对对对。有一次就是一起来一看，哇，怎么变第十名？我马上就。自拍然后拉票哦，然后又拉回来这样，对，又拉回来，然后去大个便，哎，又掉了，又掉了，哎，他拉掉了，就是一定要每天，要赶快再拉，拉掉，对呀，真的好辛苦呢，就一定要每天互动。来，我们一样给他七次问答，剩下一题，剩一题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一题也没得选了，哇，剩一题了 ，OK， 来，看一下哦，你撞见闺蜜露露的男朋友点点。跟东东在电影院有亲密举动，请问你会怎么告诉你的闺蜜露露呢？哎，就这样。哎，我觉得最近点点好像怪怪的。哎哎，对啊，他一直对我很冷，然后他都不想跟我讲话，都不摸我，都不碰我。哎，我最近有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要看吗？好，好，我给你看，他跟这个点点在一起了。我不想隐瞒你啦，我觉得这个渣男赶快跟他分手好了啦。你直接自己给我看照片吗？对，我承受不了了，跟他分手好了。那我们徐凯康在一起。笑比较简单啦，还是会告诉你的闺蜜。对对对，不隐瞒，直球对决。什么样的感情都是感情嘛。对啊，人家喜欢男生那是自由嘛，让他去，都是爱。我们给他才艺表演一下，情侣三连拍。哎呦，哎呦，来来，哎，哈，哎，情侣又你又你呀？哦哦，没有。哦，不是我，是我请我离开啊。坐着，坐着，请你离开，情侣离开。第一拍。哇！哦哦哦哦哦哦！一拍，好好好，第二拍，哇！第二拍，你看那刚才没亲喂，哇！哇哇！可以唱拍哦，哇！太辣了，情侣三连拍，情侣胯下拍，好玩呢。Cross over 拍，最后一拍，最后一拍，我觉得你找那个了，点歌或是献歌，献歌，索命拍，哇！点你在干嘛？嘴角失手，好的，谢谢。
好，来 Q 奖，你们觉得应该摆在什么地方？对对，哇哇，那点点超红哎！我先让我想讲一下，点点青蛙大浪你没见过，你在脸红什么？真的，因为我先想喝一杯那个青蛙撞奶。姜汁撞奶，哎，都给摆在第几位置？哇，这个难选，这个难选，对，因为它的外形是相当姣好了，姣好，然后今天又穿了这套战服来，而且也这么有诚意了，只剩一个位置就比较难选。而且重点是，他们今天都会很走心这个名字，第六名，感觉到拍算哦，都拍算的嘞，因为现在他们又出来，我又。脑中的记忆又被洗刷了一遍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来给个排名了，好吧？我觉得宪哥他就放在一 plus， 对对对，一号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小位，那很惨，那比六号还惨。一 plus 站起来吧，来来来，可以讲可以讲，欢迎欢迎，一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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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节目就是无厘头哦。啊，他们现在称赞啊！他不知道阿咪老师起不就？我们仔细听，仔细听阿咪老师有没有弹错错字？是，真的太晚呢！真的假的啦？哎呦，真的有哎！哇哇，这个是这个说明秀太厉害了，好像大型临检现场哦！嘿，来衣服穿起来，衣服穿起来！哇，太扯了吧！好刺激哦！哦。You got a bad boy. You got a bad guy. 天哪！哦，弹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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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音色越来越奇怪。我先考你一个简单的啦。一直掉牌子的是谁？安琪。没有安琪。萧琪。没有安琪。没有啦，安琪。好，各位，时间到，白木生哦来了，注意哦，美女已经有变化，请美女依次序走秀，第一位可妹 ，Let's go。变了，小小的是香菱哦哦哦哦哇！香菱的林格文，我天哪，整个崩开啊！安格文都变形了，林格文，英文风格，哇，安西的，我怎么想不到这么怎么样发展成这样啊？这个爱情有过欠揍，杰儿，杰儿哇，名牌名牌又要掉了，是杰儿的掉哦 ，OK。啊，萧琴，好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哦，一样。来，咪咪咪咪，加油！气势，加油！好可怜，二。跟你讲，我都看得出来你老婆的变化了，你看不出来就太糟了。是，我们要从他们身上，来。找出不一样的 What's difference？ 对，请问一下，有六个不一样，六个不一样，通通在咪咪身上。哈！他一直在看别人干嘛？哎，我又没看那边干嘛？是你本来就想看，我想都差不多，看他们啊，有实景也会有布景的啊，实景跟布景，哎呀，他们就布景啊，咪咪才是实景的。都在咪咪身上，对，有六个不一样，完完全全，其他人都不重要，对，重要，这个很明显，就是，该不会是说表情吧？是什么？是表情渐渐。他刚刚有个项链，他刚有项链，现在拿掉了，厉害。你转一圈，我看一下。第二个，哦，我知道，鞋子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刚也是靴子啊，啊？刚也是靴子，不是就对不一样啊？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出来动我了！哦，一个是高跟鞋啦 ，Prada， 一个是 LV 的，对，哦，牌子不一样，牌子不一样，牌子不一样，反正鞋子不一样，颜色也不同，鞋子好，鞋子还有一个是，其实蛮明显的吧，有一个地方蛮明显的，我觉得蛮明显的，蛮明显的，我也有看到哦，啊，我知道，刚有刘海。刚有刘海，刚那个头发不是这样梳的，哦，
他刚刚是中分啊，他现在发型。发型不一样，发型不一样，厉害厉害，这个厉害。哎，连我老公都看出来了。四个嘛，对不对？三个，三个，已经错三个了，对。哦，还有我知道，裤子的那个蝴蝶结不一样。哦，哎，他刚刚是绑腰带，他刚刚是绑那个腰带，金色的嘛。嗯，还是刚有金色腰带，哪来的？他现在把它拿掉，用那直接用扎起来的。嗯，好，一个嘛，哎，四个。好，还有呢？好强哦！加油，破哥。还有两个。哦，我知道，他刚才怎么样？名牌是贴在胸前，帅，哦，厉害的，贴在腰部上，哎，连这个刚掉下来，这个草掉，我们已经没话讲，五个了，五个，草五个很厉害了吧？五个了，再来，有吗？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戒指是不是没戴？帅，哇塞，戒指看得出来，好细腻，好细腻，结婚戒指很细腻，结婚戒指没戴，结婚戒指拿起来了，结婚戒指拿上六样了，六样六，结婚戒指，恭喜答对一样。发型算是对，发型对了。